ready for tonight?什么东西啦，先不吵闹好不好？小啊，好，来，我们先介绍一下我的 dancer 的部分哈，这是我们的小红梅姐姐，摸摸台的姐姐哈，平常都是一个对待小朋友的状况，那你今天这样子是，请你离开，好，谢谢，好，介绍完就可以离开了，自己离场，我们不歹戏托捧哈，离开哈。那这位是我们的那个育达高职的 Sally 同学，离开。这个是自己注意一下哈，叫 Susan 对不对？给老乔问到，好，这是我们的玉珠，来臀部抖一下，造起来一下啊，小心哦，一不小心就会变公车了。好，谢谢，我们离开，谢谢。好的，欢迎大家来到第29届文大热舞的成果展区，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大家新年的下午好。好的，就是大家之后就是等一下的舞马欣赏下去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要穿成这副德性了。今天就是穿一个女教官的感觉，又很难知道吗？今天文大热舞的观众都是聋哑人士是吗？今天看的是女教官，看得出来吗？有些那个家长的部分嘴巴还是要帮我张开好吗，阿姨啊。好，那我们在演出开始之前呢，要提醒一下现场的观众几项注意事项啊。我们场内是全面禁止饮食，那表演期间的话也是禁止出入。那如果你有想要如厕的观众朋友的话，出去在蒋公铜像的左右两侧都有设有男女厕，请特别记住，本演厅内禁止大小便失禁。麻烦各位观众要特别记得好吗？好，那我们前台的话，如果有需要的话，前台也有贩售包大人可以去购买，谢谢。好，那我们结束之后呢，要帮我填写一下回馈量表给工作人员，还有场内是完全禁止吸烟，以上是我们的注意事项。好，